我在想一个问题 ，Crime 为什么能去提滔博呀？哎，我操！别把我切进去。但是我是真的有这样的疑问，感觉他没赢过我，真的。对啊，知道现在年轻吧，但是，哎，不知道有些话不能说，哎。牙膏跟左手互换，我不知道什么操作，感觉这两个人一模一样。没队伍找我呀，怎么办呀？不知道呀，没队找我也没办法。不是，我不出去找，人家又有方向的呀，没方向怎么找呀？没有方向啊。阿安基要不要我？阿安基其实在去年问过我两次，我都说可以，然后后面就没消息了。第一次问我，我说 OK， 他说好，什么过几天安排一下。啊，没信儿了。下一次又来了，我说 OK， 过几天安排一下，没信儿了。What the fuck？